清洗月桃叶，包肉粽。一大清早，屏东县狮子乡原家中心就聚集前来帮忙包肉粽的族人，目标一天完成1000颗以上的肉粽。七十几岁的夫妇也一起响应这个爱心活动，好快乐，我很高兴，这个是应该的啊，举手之劳，为了大家都吃得到粽子，你觉得参加这活动有意义？对，7点半就开始做，从昨天是月桃叶，针对我们的弱势团体、弱势的居民哦。变成是爱心霸掌。狮子乡原家中心发起的千粽传爱关怀活动，募集了各方的资源和食材。虽然其中包括已经做好的肉粽，不过原家中心还是希望部落族人透过包肉粽的实际行动，互相关怀彼此。我们自己的族人自己来做，来帮助我们的族人哦。我想这个非常的重要哦。外面霸掌都吃得到、买得到哦，我们自己包的，包给我们的独居长辈来使用，我想别具意义啦。1000多颗的肉粽将分送给300户的弱势家庭，草埔国小的学童也因此受惠，希望每个家庭都有快乐的端午佳节。端午节快乐！原视新闻巴朗屏东狮子郑报道。